新世界金刚八折波罗蜜经，心中一笑微心闲事，各位十方善诸事，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八句真言，最后一句最重要的：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是我们的宗旨。大家进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共同都有天命的。你们是来接法，也是一起来印心觉明，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法轮。所以你们进入中文来，你们务必要了解到佛经。佛经是释迦牟尼佛他所开示所说的法，是说出我们每个人心灵的话语。尤其《金刚经》是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释迦牟尼佛陀呢，在天上界就已经谆谆教诲我们，来到世间上会遇到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样来修，怎么样来做。比如这个我们所修的要明扬两界同观照，你阳界的人看得到你可以讲，阴界的人看不到，没有办法讲。尤其阳界的身上阴界的更没有办法讲。有如前几天我们一位弟子的女儿，只有19岁而已，到某一个学校去玩，结果在那边碰上了一位小孩子的灵，就开始跟在他身上。跟在身上是怎么样呢？孩子的灵魂，他在灵魂界也在玩，在跑，他在追，在找他的爸爸，所以啪就依附在他女儿的胸口身上了。在身上了，他就没有办法离开，就开始会打嗝，开始会哭，晚上睡不着，白天也一样没有办法安静的休息，所以找了1年多，没有办法解决。有一天圆寂法师上课了，
就去求助于圆寂法师。圆寂法师呢，他啊，你一定要来找师父，请王禅老祖啊为你来解除这个困扰。就是名扬两界同关照，要来解冤，要解冤世劫该弯。这劫累劫以来的劫啊，那么韩国真理会他们的座右铭解冤相生，我们是这个解冤世界，道理都一样。所以这个孩子，我说你等到我们六月六弘金老祖的圣诞，在仙佛寺千罗禅堂深谈教子的时候，你再过来，我问这一位身上的小朋友，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来了，啊，跪着哭。哭不是这个啊，女孩子哭，说是那个小男生在哭。小男生只有六岁，他一直喊爸爸，要找他爸爸在哪里。很可怜的孩子。那我就看一看呢，了解到他的灵魂界的现况。我说你在灵魂界都被欺负，他对都是被大的在欺负，他在找爸爸找不到家，爸爸在家在哪里？你不是有住址吗？然后在世间他都记住，他死了之后他的家，他只记得他的爸爸的名字，他的家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这个问题就造成全家啊亲友的不安和学校的不安了啦。啊，就在这里呢，我看一看，我说好了，你可以下来在这里一起修行。你要找爸爸，我很同情你。啊，爸爸也没有办法超度你。啊，爸爸他也无可奈何。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讲到这里，大声的哭。啊，说我要找爸爸了。我说你不要找了啦。你要以佛为父，老祖为母，啊，这样的话，我可以帮你忙，叔公帮你忙，你就下来在这里听经，像今天我们共修，他一定在角落这里听经。我说我容许你下来在这里修行，赶快下来。他就下来了，孩子就醒起来了，又恢复正常了。这个第三世界冥界和两界，冥阳两界，冥界阴界与阳界两界同关照，我们要同时关照他们。你要怎么照？就是要修行。平时你用你修行的功德力，啊，你都开示拿出经文的一句，
来说话给他们听，啊，拿出经文的一句、两句、三句，告诉他你好好听着。啊，有时候你们要帮他忙，帮不了忙，为什么？他不答应，啊，一定要在老祖这里给老祖超度呢。第一是缘，第二是法，第三是道。道、缘、和法，啊，这都是我们名扬两界修行所要的条件。而这个孩子，他的灵就下来了，就在这里。我说你在这里三藏这么宽，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在这里玩，一起拜佛。但是你不要出来，吓了这一些信徒和注重。啊，你听我，你放心啦，不会找你们啦。嘿嘿，你们有修行啦，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时光来缓照他们，来再普照他们，那就同观照啊，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啊。所以你光读易经，你没有宗教的这个妙法的修行，你碰到问题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啦。我看太多了，这三十六年来啊，遇到了太多太多太多的棘手问题，但是都要解决。你不解决，你就是不慈悲。好，所以老祖啊，传了很多心法，你们好好学啊。我们维新道藏出版社有华宝大集结的，里面有很多的墨宝、华宝，你们下课了可以去请啊，你们回去自己读啊，自己当神仙啊。当你遇到烦恼，可以为朋友解除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即是功德无量，也是老祖的化身了啦，啊。好，那我们要用诵诸经来回向。平时你没有诵经的话，你就没有这个功德力。你要说这一些啊，你好啊，你亏啦，卖低端行不边啦，没有用啦，哎，没有用。啊，我问刚才那一位小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去？很多公庙都在帮人消灾盖业，你都不去，啊，可以在那边修行啊。有都不好啦，我写的不好，因那不发不好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深深来探讨的，啊，相互勉励，大家一定要诵经。我们的经，《鬼谷先书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啊，普门品，金刚经，佛说阿弥陀经，啊，所有诸经都可以诵，只要啊此诵精进，你就能够啊帮助他人了啦，啊，啊，再来嘞，我们最重要的学易经和风水的目标，就是要解冤释结，盖弯切干。啊，这个弯呢，啊，你若无盖，啊，那么最重要的就防患于未然。爱注意，啊，那你要做一件事情，要投资一件事情，你爱先凡事皆沾。啊，你沾到凡事皆沾呢，
好在那个鬼洞，关鬼洞，大凶，有官徽士徽，兄弟窑洞，劫财。啊，父母窑洞，有文书，这些啊都是皇冠未然。这个法门只有唯心圣教有这个法门啊，其他的教门没有这个法门，大概爱怎样不啊，所以你们回去啊，你们会有很多的经书的时候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供养啊，尤其你们来读了易经课，风水的经，风水的书，啊，还有啊佛经等等，你们上课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供在清净的地方。禅机山唯心圣教易经大学。供起来，每部经都有护法在守护。恁家去切读读的，等下像咱阿孙呢，切到现在等的，有像咱只阿公阿妈，比阿孙的较好等。哦，咱就爱怎样补？咱已经入门啊，入法门来修行啊，啊，恁受到上天的肯定，受到龙天护法的护佑啊和敬仰啊，所以您的任何一部经，您一定爱好好看的啊，卖胡乱谈，要读册，要读要复习，才请来。啊，你要请来时，一定要合掌。拜一个，啊，念，唔是南无阿弥陀佛，唔是哦，念南无王禅老祖，啊，南无王禅老祖加持智慧、力量和信心，然后再很诚敬，甲请来来读，啊，你读好咧，要放起你，还是要很诚心的，啊，来把它供上去。那么按照佛经所开示的，老子也有做开示啊，经在诸处守啊，这个即为佛在。你读易经风水学在的地方，老祖和龙天护法也在你家啊，当应恭敬啊，来恭敬啊，来恭敬呢，用香花供养，恭敬供养用香花，不一定爱个插足侪花，你啊有咧一蕊六阿起来，甲放呢。插在你的经的面头前，一朵花、两朵花都可以，没有关系。用个盘底的也可以，会个加起来，里面放水，加放你那个经的头前，啊，表示你恭敬王禅老祖在你家。
表述恭敬护法六位祖师，安尼你就会大智慧。有做出来给你保庇，看下鬼要给你保庇哦，鬼无简单。啊，做事就请会到啊，啊你鬼咧，当然嘛，清清菜菜就会给你来多啰嗦啊。但是你很诚信，供养经的地方，你也注意咧，遐鬼咧就不敢来。啊，这我们有好多好多信众信徒啊，伊所经过的啊，比如啊，咱有师姐还是师兄，那出去陪伴回来啊，就艰苦几礼拜，拢会鬼压床，那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他，你可以把经当那个枕头，放在枕头下面。经文用红宝宝呢，啊，你把它放在枕头下，你来安那样睡，就不会鬼压床。啊，当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依法按着来走。所以各位同修，我爱您时时爱听经的道理，我才会成立了维新电视台，每个月在赔钱呢。啊，这个呢，社会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大家的平安就是大家的幸福。所以传统很多妙法，希望社会各界呢，爱怎样不珍惜这个宝，也给你经就是宝，《金刚经》开示，啊，经所在之处即是宝塔，我们应该合掌。做礼来礼敬，爱好清净和清气，然后呢，香花啊来供养，里面用了香炉露面，啊，这里随时啊装置像这个瓶子也可以啊，随时啊把那也给擦嘞，那也很好啊，很美啊，安得睡不着的呀。啊，这些老祖宗就欢喜啊，龙天护法嘛就欢喜啊啦。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你当接法，接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就是回去啊，普度一切三界万灵，普度一切众生，啊，你们就会得到无上的法喜呀。啊，今天。啊，大家回来共修，啊，下午呢，啊，我们一点半，啊，开始，啊，由圆运法师，要来教各位唱圣歌，以乐音来供养您的列祖列宗诸圣灵，圣歌也是明年2019年1月1日，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13堂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盛会，啊，所以这个音乐呢，我们也必须要啊加强训练，啊，1:30啊到3点呢，我们就请各位同修啊一起来跟着啊圆运法师啊一起来唱圣歌来供养啊诸佛菩萨。啊，诸天圣神，还有我们的列祖列宗，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呀！祝福各位，阿弥陀佛。